管，你这样子不跟我做，我就不走了。是不是都不好了？花五百万买了一个翡翠，然后我以为它可以切成帝王玉，结果切出来帝王玉。你们是见到干这种事儿吗？你今天就给我做个帝王链或者牌子手镯出来给我戴一戴。哎呀徒弟啊，这么多链这怎么可能做得出来呢？我不管，你今天是不跟我做我就不走了。造孽！这个料子呀全身都是链，哎，不过打灯来看肿还是不错的。哇，哎，这边链少了点，师傅可以给你做个挂件出来，走看看。我徒弟的帝王链挂件终于做出来了，老铁们看一下，冰冰透透，胶感十足，这还是在自然光下，整个料子的起货效果非常好。但这么烈的石头我都能把它做成挂件，这种事儿啊只有你师傅我才能做得出来啊，真香。哎呀。